战争除了死亡和毁灭，什么都不能带给我们。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，也留下了英雄。为了正义和平而献身的英雄，我们无法忘记。忘记战争，忘记死亡与毁灭，我希望我们能够熄灭这些丑陋的战火，重新回到那个和平阳光的社会。我希望和我的爱人朋友拥抱，我希望扰乱他们的阵势，德玛西亚人永不退缩。击鼓进军，First blood, 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a kill, penta kill, victory, legendary.项链，把能量封印在他儿子身上。凌晨三点是他的出生时间，放手能量最弱的时候。那个女人可以激发他的记忆和感情，解除封印。哎，孙大文，老板让你一会儿去他办公室一趟，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小心哦。迟早有一天，让你压在我当下喘息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老大，谁在你裤裆下喘息呀？去回工作去，回去。昨晚晋级赛去了吧？哎，老板你怎么知道的？还上了王者，把张总给忘了，几百万的生意就这样黄了。你知道张总昨天给我打电话，我把我骂的有多难听吗？老板我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也解好你的牛逼了是吧？拿老板的话当耳旁风。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孙高伦，这公司是我而不是你的，没有我就没有你。我的客户给我下了一千万订单，我得赶时间签合同。说嘛，你孙高伦不去，一定有你孙高伦不去的道理。环球公司的张总给我打电话，我当时就不乐意了。我就不去怎么了？我就放你鸽子怎么了？对吧？这。这样，这个月底啊，给你们团队奖励。公费旅游，地方随你们挑，就这么定了啊！谢谢老板啊！哎，再见，来看看。哎，我们去这吧。
哎呀，这里不好玩，我们就去这吧。行了行了，现在还早呢，研究这干嘛？喝酒，干了。嗯，来。来来来，哥几个吃着喝着。不过在家。谢谢啊。哎，老大在想什么呢？来，敬你一杯，祝你逢凶化吉。嗨，这一杯呢，敬赵建的。来，喝完这个，去屠杀召唤师峡谷，干了，干了。我说老王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孙刚伦，你嚣张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老板向着你吗？怎么没见老板向着你呢？啊，赠你几个字儿，能力不强，别太张扬。不是孙刚伦，你说谁能力不强？啊，我就说你呢，怎么着？能力不强？我告诉你，孙刚伦，连妮娜都跟我说，老板的能力都没我强。老王啊，老王，我说你没脑子，你就真的没脑子。我这嘴巴可不严啊。你说让老板知道这事儿，他会怎么想？孙刚伦，孙刚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串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孙刚伦。伦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知道我错，我这么傻逼，你看着我老婆大肚子份上，咱这事就能不聊了吗？老王啊，哎，伦哥，不管我怎么说，嗯嗯，你心里都会有顾忌，是吧？没错没错没错，生怕我哪天说出去了，嗯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整天提心吊胆的，我给你出两个主意吧，哎哎，你选一个，没错没错，可以可以。第一个呢，嗯，把我们三个给杀了。哎呀，这不能，这样就不能说了呀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呢，你回去跟妮娜说一声，让我们三个，嗯哼，嗯哼，这样我们就有把柄在你手上了，是不是？喂，伦哥，啊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哎呀妈的，太没问题了，这小事一桩啊。老王，哎呀。伦哥，伦哥，好，凭你们哥上几个能力，没问题，我去打电话啊。好嘞，就这么定啊。耶、yeah! ，干了，来来。儿子，你是谁？孙刚伦，怎么是你？亲爱的，想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今天晚上就是很好的机会。你休想！我最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。别浪费时间了。不要啊！应该有吧，不过咱们三个轮流来，妮娜受得了吗？妮娜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
谁知道你那么强悍，再来我就跟他们一样了。强悍，妮娜姐别啊。老大，我们会不会因此而不举啊？这都他妈三天了还是精神不振，这会是我一生的阴影啊。嘉文没事吧？哎呦，洪大小姐，我又没有逼得我补完我以后会为一个月煮一次。别恶心了，走吧，上去撸。老大，这个人秒选的中单好像不行啊。你多去中路帮忙应该问题不大。我辅助完 ADC 也立马去中路帮忙。我去，老大什么情况？等我问问他。哎呀，老大，他不鸟你啊。我去，召见顶中，四打五照样。我去，真他娘的，投了投了。记住这个坑爹的 ID 啊，下次碰见往死里干。你看他起的这个名字就是他脑子有问题，四套港币我他妈八套美金啊。再来再来。我靠，老大怎么又跟这个傻逼匹配到一起啊？一会儿进去给我使劲骂。他什么个情况啊？老子倒了八辈子霉了，两次都匹配到一起。如果让我找到他，我绝对爆他菊花。哎，老大，我感觉这个地图有点眼熟啊。哎，嘉文，你把你手机地图拿出来看一下。我就说嘛，南国爵那么眼熟，没想到跟咱们的市地图那么像。我看一下。照你这么说，刚才插眼的地方在哪？在这儿。这儿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好像是城西工厂。城西工厂。老大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明天咱们去那个地方寻寻宝。
里没什么好看的，再转转吧。这里太大，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先进去吧。哎，我们去那看一下。老大，我哪走啊？这边。直拳。取货的人马上到了，赶紧把货装上车。知道了，大哥。老大，建文，快过来看！靠！进去看一下。这是个制毒工厂，原来他们插眼的地方是用来做交易的暗号。那我们赶紧走吧，走走走啊！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没有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厂房出租的。啊，对对对。没有你们要厂房，滚 ！OK。老大，那不是刚才我们提货的车吗？那他妈才是提货的车！我去，我把货放在刚才那个车里了。你妈的！养你们干嘛吃的？啊！一群废物！笑他们什么笑？滚！今天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，要不然我们都会有危险，清楚吗？你们下车吧。中单行不行？上去啊！喂，什么？来不了？行行行行，你们这些坑爹队友。不玩了。
喂，嘉文，你今晚玩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嗨，得了，不用给我解释那么多，有你这么打野的吗？对面上单超神，你的功劳可不小，以后你给我离上路远点。我看到他了。怎么开车的？什么素质？哎，小姐，没事吧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，小姐，醒醒！哎，你醒一下，没事吧？怎么办？这时候，是不是要做人工呼吸呢？你被车撞了，好心救你还打我。谢鸟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以为没事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我感觉好多了。你这样不行，万一后遗症怎么办？必须得去做个检查。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谢谢。走吧。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失误失误。大姐，能不能别总打脸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要……算了，我大人有大量。来吧。干嘛？把手拿过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林娜。林娜，哎，跟我的女神名字好像。你女神是谁啊？是游戏里吧一个人物，她叫卡特琳娜。哦，你就像游戏里蹦出来一样，挺漂亮的。好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怎么了？我没有家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就住我这儿，行吗？身上很好看啊，你不做模特可惜了。本来就是模特啊，昨天晚上我去废工厂拍一组照片，回来的时候被车撞了。你去过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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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废工厂？那个凉了，赶紧吃啊，快点吃啊！啊，今天好冷啊。Thank you.
宁错杀不放过，干掉他。好的。你为什么总喜欢在下雨天擦车？因为我就是喜欢用雨水来洗涤我的灵魂，懂吗？自从我妈离开我以后，我就经常做这样的噩梦。她现在只给我留下这条项链，我都快记不清她是什么样子了。你妈妈过世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也可以理解成是她把我抛弃了吧。很小我就被送到了孤儿院。你妈妈虽然离开你了，但是还给你留了一条项链。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了，我对他们的记忆已经只剩下一盘番茄炒蛋了。番茄炒蛋，是不是觉得好奇怪？小时候我家特别的穷，每到我生日的时候吧，我妈就想办法给我弄了盘番茄炒蛋。她说小孩子吃的这个好。那时候真的觉得一家人就这样子简简单单就已经很知足了。早点睡吧，晚安。喂，周老板，我那个事情怎么样了？就知道你最好的。谢谢你。啦啦啦的马西亚，路啊路啊的里的，乐里西的地是。哟，小妞儿，一起玩玩呗。玩一个嘛。你们要干嘛？我们呀。别过来。哎呀，不错啊！别过来！哎呦，这身材不错啊！那真香啊，小辣椒，我喜欢啊！你呢？我也是与你是非吧？不行。我说你这个人呢，不会打，还偏学人家英雄救美。谁知道你这么快就报警了？不过嘛，你刚才被打的样子还蛮帅的。
都肿成这样了，我又怎么出来混了？都是我给你的，没有我，你他妈早死了。很喜欢一个女生，只要她喜欢，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。突然有一天，她说，她喜欢玩英雄联盟的男生。为了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，我开始拼命学习，不管白天黑夜。两个月之后，怎么样？被你感动了？嘘。两个月之后，那个女生已经被忘得一干二净了，哈哈！前辈，你很坏呀，老是逗我笑。你的笑容，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。让我们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他这句话，几乎跟我们公司每个女同事都说过了，美女。奉劝你一句啊，珍爱生命，远离渣男。我先去工作。啊，老大，还是不是兄弟了？就你这德行啊，老拿我断了去哄女孩，无耻。老大，我知道你不介意成为笑料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今晚竞技场有场比赛。有你最喜欢的女主播，我跟赵健已经约好了，今晚大杀四方。算了吧，改天啊，今晚有事儿。啊，英雄联盟都不玩，吃错药了吧？飞工厂即将重新启动蓝大陆之门，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了。一道菜马上就好。
来来来，猜一下，这一道什么菜？猜一下嘛，这是一套很特别的菜哦。都是吃的，有什么好猜的？这不一样，这道菜特别有爱。给你个提示，四个字。麻婆豆腐吗？看好了啊，准备啊，噔噔噔噔。虽然今天不是你的生日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像小时候过生日那天一样幸福满足。别愣着，赶紧的尝一下我手艺。是我做的不好吃啊！你做的很好。那是不是太感动了？管他！哎，要不我们喝一杯？别，你别喝。怎么了？我不喜欢男人喝酒的。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对了，下一周我们公司会去度假村玩，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不大想去，算了吧。嗯，那我还是喝闷酒吧。那别，你别喝。好，我去也不行吗？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嗯。哎，快点吃，吃这个，多吃点啊！你也吃，这个。冷不冷啊？哦，哦，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来？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久等了啊！这都几点了，赵健呢？今天好像遇到点麻烦事儿。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吧。大家久等了。大家好，我叫妮娜，赵健的女朋友。这个一定是大嫂吧？真美。她叫李琳娜。二号。这个一定是二嫂吧？我叫小新。我们赶紧走吧，太他妈冷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这房间今晚属于你们，啊？怎么样？我跟赵健啊。对啊。老大，这不公平吧？我大爷半夜菊花受伤了。没事啊，下手轻点啊，小赵。好的。哎，妮娜、小西，楼上有请，早点休息啊、哦，拜拜。亲爱的，我们今晚睡这里。哎呀，我们今晚早点休息。今天好累啊，早点睡啊，么么哒啊！说好的不打脸呢？啊！控制他，是他，他知道咱们的制毒工厂，要不然。你只是我的一条狗，如果你再自作主张，我会杀了你。明白了。
哎呦，你们两个啊，什么时候进来的？老大，我们都敲门了，你自己没听到？哎呀，老大，你就不能问你们两个的幸福，把我跟妮娜给咔嚓了吧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跟妮娜怎么回事？哎，妮娜不是那样子的人。哥们儿，你没事吧？妮娜什么人？你忘了上次我们把她给睡了？错，严格来说是她把我们给睡了。哎呀，嘉文，你还敢说？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在等你们开会呢，拿上资料开会呀。还好他没听到。对了，那天晚上我喝的也有点多了，有点迷糊了，忘了吧。都说了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他了，走吧，开会去。走吧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你的头发变绿了？那嘉文，你死定了。给你搞定了啊，再给你送过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大哥哥，我好饿，能给我点吃的吗？等一下啊。乖乖听话啊。谢谢大哥哥。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他就是让我们赶紧走。应该是那天我们发现了制毒工厂，那帮人要杀我们灭口。你们老大被人盯上了，赶紧带他去其他地方躲躲吧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您不是去过晨曦的工厂吗？那是一个制毒工厂。你是什么人？想活命的话，就赶紧离开，把不属于你们的东西给还回去。他说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白粉。白米粉？老赵，你能不能动动脑？老大，不会是海洛因吧？那天我回来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车后备箱多了一个黑箱子。全部都是毒品，我估计是我们去制毒工厂的时候有人放进去的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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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妮娜，你吓到我了。你能不能男人一点啊？一点小事就大惊小怪。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明天早上8点，大浪码头。一定要走吗？老大，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。老大，要不我们还是报警吧。喂，孙刚伦，想没想你的棒尖子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来来来，我给你瞅瞅。林娜，明天早上8点，码头浪旗湾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如果你们敢报警的话，老大，会不会是他们设了一个圈套，引我们过去啊？你傻！如果那家要做老大，为什么还要我们去救他？白天交易不是更危险吗？哎呀，跟我混他妈这么长时间，能长点脑子吗？没看电视剧里都他妈晚上交易啊？咱这叫出其不意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老大果然英明，名侦探诸葛亮啊！你他妈能有点文化底蕴吗？像大哥一样做个文人不好吗？啊，该他妈送货去。好好。我要的东西你也未必带了。东西给你也放人，道上知道我是最侥幸。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。老大怎么办？你好卑鄙。跟我玩你还嫩点儿啊。好，大哥，这枪好久没保养了，早他妈废了！滚！你妈的！
麻痹混这么大不知道脖子轻啊。我经常在想，你就是我现实中的卡特琳娜，在对的时间到对的人。也许我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，就像亲人一样。我是个孤儿，我没有亲人。其实你并不孤单，你有我们。我希望这个孔明灯向你的父母传信，你过得很快乐。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我说你们啊，怎么都一副哭丧的脸啊？我还没死呢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让人查了那个毒贩，他叫王亚光，是南方最大的毒品供应商，人称魔鬼，心狠手辣。我劝你们还是出去躲躲吧。我已经决定要去救他，我不想连累你们。要死一起死，天堂路上有个伴。老大，当初是你看得起我和小健，现在就让我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不能让你们陪我送死。老大，就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就让我们一起共同面对吧。我真是服了你们了。那你们打算怎么救他？我们提前半个小时突击。首先，黎娜假装喝醉酒，借口找厕所，把门口放哨的人引诱到工厂旁边的草丛。绑架人在哪里？嘴硬是吧？赵健。好的。呀！呀！说不说？海水一样。赵健。好的。哎，老大。
看他不是不想说，说不出来呀、啊。哦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忘了。不过我警告你啊，再不说，不是不想说，啊，刚才堵着嘴巴没办法说嘛，赶紧说吧。现在厂里面有一个人，然后其他的人都出去送货了，要半小时才能回来。你们绑架那女的在哪儿？女的还在上面绑着呢。兄弟们，走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犯我德邦者，随缘必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咦，谁讲话？放开他！你家能有点时间观念吗？说好了3点来，这刚2点半啊！你还是放弃反抗吧。你觉得在这个地方，你们说了算吗？啊？你一个，我们4个，比你多3个。哈，哈哈哈！一个娘们儿，3个废物。又被坑了。上次你们在网吧骂我不是骂得挺过瘾的吗？啊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到底坑不坑。你到底想干嘛？玩玩嘛。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Quadra kill. Penta kill. Victory. Legendary. Nina, 你先走。你们小心。
扰乱他们的阵势，德玛西亚人永不退缩。金鸡，老大，这衣服不好打。对呀，兄弟们，脱脱。
的宝，却背叛我。天灵，怎么的，小子还要打？什么时候了，还装逼呢？耶！河马仙！你如果不能再美，我就不理你了。我一定会好好锻炼身体，保护你的。你们看好了。哎，老大，伤都好了。老大，过去看一下。小爱情滋润就是不一样。你呀，你下次泡妞能不能专心点？老大，你曾经说过，爱情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的。哎，在你嫂子面前这么说，想死啊？嘿嘿，老大，你那么快就怕老婆了？啊，西吧。好了，走吧，我们过去喝一杯吧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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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我先过去了。那天最后发生的事情。不记得了，醒来之后我们就躺在医院了。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他会陪我去别的地方走一走，散散心。哎，他把传家之宝都给你了，看来他真的要把你拴住哦。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戴着这条项链，我感觉很温暖，就像他一直保护我一样。走吧，我们过去吧。来来来，我们干一杯。干了。这帮蠢货，以为这就结束了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开始了。
三十一场，一零二次，开机，开始。一点都不累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开始！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停停停！最后一句说一句。我喜欢演什么流氓啊、强奸犯什么的。啊！再给你阉他吧。我不想再混这样的生活了。